骑上我心爱的小飞机，哇，终于到了！欢迎来到21世纪，只要在这里完成一系列酷跑，就能成为未来科技人。这里果然跟传说中的规模庞大，人嘛，当然先从平凡开始，只要踏上就注定不平凡啦！看看这些酷跑，我萌新时候就见过了，一蹦两蹦，闭着眼睛都能轻轻松松跑过去。奖励是麦子，行吧，作为凡人的我就收下了。平凡中的非凡，只要注意方块和方块之间的间隙，保持节奏，箱子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。一些小铁块，紧接着就是超凡啊，这不就是超凡蜘蛛侠的场景吗？没想到我小表妹有一天都能体验到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我要是能像蜘蛛侠那样爬上爬下，就不怕撞到东南西北的部分了。可惜我不是蜘蛛侠，只能硬着头皮爬了。我站，我站，我小表妹可不会低头的，感觉胜利就在眼前了。现在可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，看到复活点以防万一打个卡。哎呦喂，帅的屁股开花！不过有复活点也能直接复活在这里啦。这么大间隙的方块不用怕，大长腿直接跨过去，左右摇摆，1、2、3、4、5。什么鬼？烟雾弹！终于过了超凡，就可以开启新的篇章了。就是这里啦，我有信心一口气通过。从右到左，一上来就给我颁发了个精英，不太好吧？这实在太看得起我小表妹了，那我就更不能让你们失望了。走位，走位。箱子开一开，100能量键，猛士！我这么可爱的女孩子，怎么可以称之为猛士呢？最多也就一个猛士而已。一些复活点我就不需要啦，其实就是孔雀石勇士，看这高度不就是二段跳吗？简单。最后一下，开箱时间到，冲天飞腾，欧皇！我小宝贝什么时候幸运过呀？希望这次能顺利登上欧皇这个宝座吧，小心点啦，手上传送镜轴会防止我们重新来过。上来了，看来我也是名副其实的欧皇啦。有了欧皇称号，也得有欧皇命才行啊，所以得要进行考核考核，总不能徒有虚名吧？注意速度就会自动往上跑。盘曼藤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开启第三视角，左蹭蹭，右蹭蹭，终于要上去了，来来回回的累死我！哎，怎么滑下去了？幸好点击了复活点，只能牺牲一下我的屁股了，只能忍着疼往上了。二段跳而已，我可以的。冲啊！一口气。箱子里面有火箭枪，这不是哪吒的吗？技能是啥呢？妈呀，好烫！哇，是三味真火吧？那么烫，赶紧逃离这里！最后一关了，只要过了这儿考核就能通过。1、2、3，助力起跳，助力起跳，成功度过第一个难关，继续往上爬。哎，手速快我就掉不下去。等等，这是啥？哎喂，原来有人偷袭，怪不得一直跳不上去。可恶，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做速度。好吧，我错了，太轻敌了。这次趁着他们不注意跑起来，哈，傻眼了吧？传送带，天助我也！你获得奖励又进了一步，冲啊！什么东西啊！撞得我头破血流。再来，看到这有石头，一定要躲过去。我可不想处处碰壁。左右摇摆，上来了。这么远的距离是不可能跳过去的，只能利用我们的能量剑。失误，失误，再来，一下一下的秀过去。最后一下，一波光屏，一波又起了。看这操作，还得看我漂移啦。完美落水，幸运逃脱。箱子，我就说我可以通过考核的嘛。恭喜获得成为未来科技人的机会，送上一把传世神枪。哇塞，只需要使用一次地球就会毁灭，我才不相信呢。请前往初始点。就是这里了，居然还有。算了，前面这么难的都过来了，也不在乎这最后一下，看我一气呵成，宝箱我来啦。快乐的一天从开箱开始。怎么才这些啊，太抠门了，穿上我的火箭炮翱翔天空去。